啊，大佬，你已经打咗一下就唔可以再打第二下，再打第二下咧就连击犯规啊，所以佢又冇理由走埋去嘅。哎呀，咬晒腰啊，真系啊，好厉害啊！呢、這个费兰达洛迪古斯，身高唔算高，但系跳高就好犀利啊，跳得好高。上届伦奥咧就佢就打散晒美国嘅拦网啊。咁佢1.79米嘅啫嘛，但系佢扣球点咧就系3.08米嘅。佢弹跳好啊，腾空亦都好。啊，又系。你睇下今日咧，中国队打落去啲波系患得患失啊，唔够明确去打个线路出嚟。究竟你系打斜线啦，打直线啦，应该明显啲。佢哋又想避开咧中间发俾安娜嘅拦网，但系可惜咧前面嘅。洛迪古斯都唔係容易對付嘅，打到依度咧，仲係打緊修正球嘅中國女排，後排進攻唔有啦。